他们也长大了、哦、对呀、啊，而且现在他应该是所有小朋友最有精神的，对，因为他的时差刚刚好。现在是他的中午嘛？对。小康，您六岁的时候参加英国达人秀，大家记得吗？门牙都不在，特别可爱。他唱了一首歌，就是所有的评委都为之落泪，评价他是拥有百万英镑的歌喉。What's your name? Connie. Connie. How old are you, Connie? Six.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way up high, and the dreams that you dare to dreams really do.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对，上传一些好听的歌曲到网络上，上传点击量惊人呐、三亿哦，三亿啊，已经出了三张专辑，是是是，今天好像还带了专辑要送给我们，对不对？哇哇，这些写的特别的好 ，Why Why Only On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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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Have a Five One Two Three Four 废物，对，发音要标准啊 ，Sorry One Two Three Four 废物 Five。For all of you， 给我们所有人听，一起听一起听。他已经是明星了，自己还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My favorite singer is Demi Lovato. Demi Lovato， 漂亮。他唱什么歌啊？叮叮叮叮叮叮。别。OK stop， 好好好 OK stop， please please。这首歌完全已经被变成魔曲了，我告诉你。Oh、那他最喜欢他的什么歌曲呢 ？I like skyscraper. Can you sing first? Go on and try to tear me down. I will be rising from the ground like a skyscraper, like a skyscraper.Like a skyscraper. Yeah. 嗓子好清亮啊！真的耶。小康，你父亲呢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 ，engineer。对，家里还有哥哥。今天爸爸妈妈也在现场哦。Hello，Welcome。他现在自己小朋友啊，他现在有自己的银行账户。我真的，自己也有挣钱。哦。钱现在他自己存吗 ？My mom and dad help me look after it, but 他爸妈帮助他照看这个银行账户。哦，那跟我们小时候都一样。对，每个月照看那个钱。我们的压岁钱都是爸爸妈妈管的。那你想买什么呢 ？Well, sometimes, I want to get stuff like, but and then my mom and dad let me pay for stuff and get. 哦，这样英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儿童十大宣言，是特别被中国的爸爸妈妈来推崇。你看，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是的，我们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别人要抢你的钱包，你怎么办 ？Well, my mom and dad have always told me to just.Let them have it. 对, 对，这符合第一条。第二条也很好，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生命第一，财产第二。是，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啊，那爸爸怎么办？这里面有个括弧，妈妈会把秘密告诉爸爸。是是是是。保守坏人的秘密。不保守坏人的秘密。不保守。这就你就保守坏人的秘密。我们不如问一个其他的小朋友好不好？怎么样？我们来问他。如果你一个人在家里，有一个陌生人敲门，你会怎么办？Call the police. Yes, yes. 对，叫警察。就是，你以为？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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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好了，好了。小康，你不仅仅是翻唱别人的歌曲，最厉害的是自己会创作，原创。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小小年纪自己的原创歌曲。Beautiful.